在场所有的全媒家人，大家下午好，很好，全美世界最好 ，Oh yes， 很开心，在这个这么豪华的金沙酒店，与我最爱的全美家人，跟我一起荣耀，耶、yeah! ！能得到这份荣耀，启动我最初的意念。就是去年的大会，也是现在这样子的场景。大会主持人问我 ：“Amy， 今年的风云人物，你猜会是谁？”我心想：“怎么可能是我？”但是，我还是大声地说。是我，就是我，一定是我。当然，到最后不是我。去年的风云人物，2014年，目前现在也是在我们台底下，我们的许瑞涵许 PD， 我们给他一个最热情的掌声好吗？谢谢。当时的激情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，久久无法抹去。我知道，我将它是我一年要追求的目标。斗来斗拉总裁常常说：“只要你想要，你一定能办到。”斗拉。我办到了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用三个经营的重点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。第一个就是市场策略。首先呢，业绩要做大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布局。所以呢，我们 MIT 布局于在台北、新竹、台中，还有台南、高雄，它呢会先成为我们的一个点，接下来呢会相互串联，成为我们的线，到最后呢会铺开着所有的一个面。我相信，到时我们 MIT 一年的业绩。一定能达到10万 ！MIT 的所有的宝贝们，认不认同？当然，我们 MIT 除了在台湾做市场，我们也布局海外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国，我们绝对可以做到，好不好？感谢我们的叶总，常常提醒我们不要急。接下来就是组织管理。那组织管理的部分呢，我们做到的是核心委员会。那它是呢 GD 以上的执行单位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共同决策，共同有一个很棒的理念，一起来讨论。接下来。我们的执行单位就是我们的5个区域，台北，以及我们的新竹、台中，还有台南、高雄。那我们授权于我们每一个5个区域的总招，他们落实去做执行我们的活动，以及做策划。那这个呢，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系统运作。这个系统运作呢，直销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命脉。我们做到什么呢？我们做到就是第一个，进人、育人以及留人三大系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用很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事业说明会，它是属于进人机制。
所以呢，他讲的是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公司的优势。第二个就是定距，这个定距呢，我们制造一个很快乐、很轻松的氛围，做到呢定时、定点以及定量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创业特训，创业特训呢，也就是我们的 NDO， 它是给一个想要在全美创业的人的所有的会员。再来就是美丽交流会，那活动内容呢，就是让所有的新人在这里看到见证的分享，更能清楚看到我们的产品的优势。最后就是我们的 SD 养成班。 SD 养成班呢，我们做一个集中式的训练以及辅导。这个总结整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做的分享。那在这里呢，很开心，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得到这份荣耀，不是我的功劳，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也不是我能够拥有的，是因为非常非常多人，我要感谢你们。第一个我要感谢的就是我们斗拉与我们斗润，创造了全美世界这么优质的创业国际平台，让我像我这样没有家庭背景的人也能够在这里有实现我的梦想，能够成为 国际企业家。接下来要感谢的人就是我们所有总公司的行政团队，谢谢你们，因为呢，你们研发了这么优质的又精纯的产品，让我们在市场上有这么好的武器，可以在市场上无往不利。接下来要最感谢的这一位是我生命，我们所有的生命中的老师，就是我们的严国伟严老师，我最爱的，不能跟我抢哦，我是第一个。严老师呢，他指引了我们用成长思维以及成效思维的与人相处之道，让我们在这个跟人与人的之间能够很和谐。我觉得成长思维跟成效思维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运用得非常好，所以呢，我在面对人的时候我就不怕。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我们台湾我最爱的我们的叶国大叶总经理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头脑，他有非常有经验的直销经验，再来他有非常棒的策略，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台湾人创造很棒的大业绩。感谢叶总，因为呢，我们叶总呢真的是我很欣赏的一个男人。我常常说我是一匹黑马，我呢要有一个人驾驭，就是我们的叶国大叶总经理。我多讲了哈，因为呢叶国大叶总经理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半夜一点跟他谈到两三点，我告诉他说到底我能够做什么，我们两个我要我们两个怎么配合，我怎么配合你才能创造高度的业绩。真的他的头脑太棒了，谢谢你。接下来要感谢的这一位是我们所有台湾人要感谢的人，因为没有他也不会有台湾全美人，就是我们的许若涵许 PD， 我们给他个掌声热烈好不好，谢谢。最后
还要感谢的是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命中的贵人，这个贵人就是我们的陈奕璇陈 PD 以及我们贤康里，我们给他最热情的掌声好吗？谢谢。因为有你的引领，我才有机会跟我们的全美世界结了这个缘分，我才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跟所有的全美家人共处在这里欢乐的时刻。再来，我要感谢的我们所有台湾全美人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我们同心协力才能达成五亿，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成为今天台湾的骄傲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说台湾的目标等于我的目标，所以我会尽心尽力带着我们所有全美台湾人一起迈向中国，好不好？最后最后，我要感谢我最爱我最爱我最爱的 MIT 的体系团队们在哪里，我的宝贝，因为有你们的拼命努力，有我们的血汗在这里创造很好的佳绩，谢谢，我爱你们，我太爱你们了，谢谢。最后呢，我要用一个我们斗拉给我们的一段话来跟大家做一个共勉。这番话呢，我非常的受用。这一个呢，我在做全美的这一个路上，因为有斗拉的这一番话，让我能够非常有勇气往前冲。就是成功是精神与行动的结合，不断的为成长而设立目标。这番话呢，我非常的受用。这一个呢，我在做全美的这一个路上，因为有斗拉的这一番话，让我能够非常有勇气往前冲。就是成功是精神与行动的结合，不断的为成长而设立目标，要有燃烧的渴望以及激情去做执行，强烈的意愿中去做什么？学、做、教，为完成的目标不断的找方法，并且为我们团队奉献你成功。也很重要的就是要积极每一天的跟全美有关系的生活。3年后，我相信未来所有的人一定能够朝向着我们的总裁的方向一起迈进。最后，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，再来就是要坚持到底，因为唯有坚持才会有成功，谢谢。最后呢，我要邀请所有我们台湾的家人，我们所有台湾家人请上台，我们所有的台湾的请上台，我带领着大家喊出我们2015年的年度目标。接下来，总裁、斗拉斗令，知道所有台底下的人，我们台湾人没在闹鬼，好不好？一定还没有到齐，好，慢慢来，没关系哦。好，来，所以我们的台湾的宝贝们，所有我们的台湾人，我们要不要迈向国际？我们要不要为我们的目标迈进？
所以我们一起呐喊我们总裁给我们的目标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喊一二三，大家一起来好吗？一二三，打造大队伍，力拼七五，打造大队伍，力拼七五，打造大队伍，力拼七五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马上呢，请支持者步调到前面来一张合照。我们拍一张大合照，来一张大合照，步调马上到。